点私信我，问我咱家到底有多少只龙虾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。五只，整整99斤。这个是今年的最佳女演员，得过金马奖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年的最佳男配角，跟我搭过很多场戏。喜欢吃龙虾的，对着龙虾猛戳两下。谁说这是你家龙虾的？还挺会演，赶紧给我还回来。那我吃它吧。